2019年来到最后一日都仲有喜事同大家分享。一直有传在12月备婚的林峰，这日起微博就正式宣布同世距11年的张馨月已经结婚了。他写话：我的2019人生步入新阶段，往后的岁月有你相伴。仲踢埋佢嘅我的夫人张馨月添，张馨月当然都有即刻转发啦，再配埋拖手相晒婚戒，真系想晒死人咩？一向爱得低调、绝少谈感情事嘅阿峰，最近亦都多咗喺微博度分享私生活。上个月仲放咗佢同张馨月两个一齐画到熊猫眼咁样嘅相添。不过2017年嘅对比照就梗系唔会放够爱五千语啦。而堂妹林夏薇最近冬至和圣诞都孖住林峰夫妇一起过，可见张馨月一早都融入林家了。